彰化县警察局刺桐派出所新建办公厅舍29日正式落成，县长王惠美与县议会副议长许元龙及各界贵宾一起剪彩。王县长期许警察同仁在良好的办公环境及优良装备保护下，能安心拼治安，让彰化县民能有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。咱刺桐派出所原本伫咱的中路路博路边哦，因为呢，伊是一个日式的这个建筑哦，年久失修，然后呢，会使讲空间有较侪。那为着要让咱的警察同仁有搁较好的环境，和民众来洽公吼，有搁较舒适的环境，所以咱伫咱的这个高速公路卡家，用的国家都有取得这块土地来兴建咱的刺桐派出所。那总共的这个经费拢总有3830万。那去做咱的这个三站的这个楼内底，包括有咱的这个办公的所在、员工的这个宿舍，那等等哦，和咱的这个民众来洽公，也是讲咱的警察同仁有一个更加舒适的这个环境哦。那伫只再次利用机会感谢伫咱局长带领的咱的这个警察同仁，无论讲是咱的疫情期间，还是平素时，对咱的治安交通，会使讲非常用心，和咱的会使呢安安全全伫咱的这个都市内底来生活，来这个做生意来参加，伫只再次利用机会感谢，嘛要感谢咱这个议长、副议长带领的这个议员团队对咱竞争的这个支持哦。无因支持哦，这3830万的预算通过，也无法度有制度，所以伫只嘛一边利用机会感谢议长、副议长甲各位议员，咱大家共同努力，把咱中华较好、更加水。几年来，咱王馆长对咱建界非常的支持，所以讲一寡真济预算送过来议会，阮所有议员当然拢非常的支持。哦，即个去即个派出所3000多万送过来，阮所有议员拢全力支持，因为拄仔馆长讲话。今年佫增加真侪预算，拢送了议会，所以阮议会，咱嘛知影咱建设专业，大家拢非常辛苦，拢为着咱的百姓完全的拍拼。所以讲议会只要若建设局送了预算，一定拢全力来甲支持，安尼好无？好，一只也非常感谢王馆长，这几年来对咱中华馆的付出，会使讲做非常多，咱也感谢咱王馆长啦吼。相信新的吴局长来到咱中华馆，相信我都甲咱中华馆的治安做了非常好。刺桐派出所新建办公厅舍，除了提供同仁更完善的办公环境外，更能鼓舞振奋员警士气，提升同仁归属感。彰化县警察局将持续秉持维护治安的使命，强化治安工作，落实为民服务，打造美好彰化希望城市的愿景。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。